首先长按开机键，将设备打开，在应用商店搜索 Tie2 Printer 下载安装即可，选择想要打印的图案。 Restore 可以让图片进行旋转以及放大缩小，点击右上角按钮进行打印，选择连接打印机设备 MHTP8008， 连接成功后按打印即可，按下打印后需要把 Mirror 和 Share 选项打开，